大爷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最近工太忙了，抓紧时间过来看一下您。哎呀，那很开心啊，身体还好吗？身体还 OK。最近长点皱纹，没事吧？问你啊，这次你在北京工作很忙是吧？工资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月？哎呦喂，大爷很担心你这个在那边一个人生活够不够呀？这个，你们10万有吗？10万有吗？至少要十几万呢。哎，房子怎么样？户口有没有搞定好了呀？哎呦，户口算户口，哎呦，有没有对象呀？哎呦，好难。我这不愁吗？您家那闺女不都35了，还没结婚呢吗？我愁什么呀？不是，眼看我这就要飞了，我大姨，我这就以前都给，今年没有也没关系。对不对？大姨今年可能消费比较高嘛，过年就没准备好，没关系，等来年再说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放放好吧。舍不得，舍不得，舍不得啊！那就不要把口袋张开来了，就算了好。